我快饿死了，去不去吃饭啊？你先去吃饭吧，剩下的我弄。铁人，那我去了。吃饭。吃饭。食堂也有进步啊。你这饭看起来很好吃啊，让我来尝一口。走开。哇，王恩飞的禽兽啊。赶回去。这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啊。如果真是一次命中注定，为何忽远忽近，对视觉有吹不散的涟漪。我想我们好像只是太过于坚持而已。如果只是不讲明的约定，叛徒又有什么焦虑？我们的前进是永远或是喘息心渐渐的暖语，是这故事最美途径。自从我们的微笑添了总是不腻，我找到了青梅竹马最大的原因。曾经会害怕一句，是否太多的犹豫，要直面真情。自从我们的相伴添了爱的意义，我明白了青梅竹马最美的原因。幸福就像同款戏，两颗耐看的真心。早点回家，我等你。一定。添了爱的意义，我明白了青梅竹马最美的原因。幸福就像同款戏，两颗耐看的真心，永恒的真谛。哦哦，永恒的真谛。最幸福的人，在那最美的年纪，让我用尽了我自己，成长的坚定而不移。为这世界最好的你，给永恒一个证明。任多年后再回看曾经，这平凡世
出来旅行怎么还带这个呀？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合法老婆。幼稚。我幼稚？那我们出来度蜜月，你带这玩意儿干嘛？我在美国就是他保护我的，他就是我的护身符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带着他。那你选吧，我还是他。Ha ha ha.